我未去過，大家同學要注意啲咩嘢？我先飛阿拉木圖，然後飛 Astana。要嘗試一下馬肉啊，因為嗰度個馬肉嘅味就比較似羊肉啦，我覺得自己就覺得，同埋就可以試一下馬奶咯，馬奶覺得好特色啊，自己覺得。他們知道普通話是多過知英文的，所以普通話是在當地是比較流行過英文的。在海南參加過博鰲亞洲論壇，哈薩斯坦總理Masimov 總理他上去，他一開口他說尊敬的習近平主席，原來他整篇演講都是用普通話，而且講得很純正。為什麼呢？在中國留學的，所以有同學講得絕對啱。其實而家普通話咧喺佢哋國家嚟緊係越嚟越普遍。哈薩斯坦咧，我就冇去過，你哋去過。咁啊，馬爾代夫我去過，你冇去過，咪一比一打和啦。馬爾代夫而家六成嘅遊客係中國遊客，落去可能會即係更加多。咁嗰度好多酒店，佢哋需要請人。咁你邊學邊做邊做邊學，你沒有讀過酒店管理，你不是一行入去做經理做總經理咁啊？有冇得諗咧咁？嗱，依啲就係新跑道。因為一帶一路有好多國家都有參與啦，但係我哋今次淨係去咗哈薩呢個國家啦，仲未睇清楚其他國家係點嘅，所以未決定到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可能会讲话要尝试，因为可能自己本身自己去过之后，真的觉得自己是个井底之蛙。